哦，你有看无？这真正咱台湾之光。欢迎收看水电爸爸出国前的。大家好，我过来啊。咱今麦来个什么所在？咱今来个日本的上植物工具店。伊这间的时阵哦，拢卖一挂较专业的五金材料啊。过来就是伊这本身，咱台湾哦那有分店。按头家毛伫咧翕 YouTube， 嗯，头家 YouTube 咧介绍工具一挂物件，大家若有兴趣，我会甲频道连接放咱资讯啦。啊，咱今就入来看一挂较无相像的、较专业的五金材料。啊，要看进前会记按赞、订阅、分享、铃铛。那一个，啊，咱也未记，咱就咧看到啊，伊这有足侪用拖。用车的工具，伊这拢咧卷工具的。一般咱若在修理车、修理厂内底哦，足侪看到像这规个机是太用塞的安尼，把咱另外内底看一下。来啊，你来看，哦，啊，机是啦，看这排搁兼空金的啦。咱在网络上看人个介绍，个空金个个一排。嘿，啊，听讲哦，因这个有较特殊的特制版的，观赏用，贵州拢金的，这敢用会落？客家该客手套用啊！这摕来，我摕来当店较紧啊，唔通再用落去啊啦！啊，咱进来拜托因的店员吼，帮咱看一下特制版的物件，纯观赏用。さっきゴールドの限定モデルもあったんですけど、ネプロスにはこういう漆塗りの技法を使ったラチェットもありますので。もし日本らしい工具が欲しかったらですね、こういうのもいいかと思います。刚刚大家有看到是纯金的，然后这个部分呢，他们还有那个漆器的。那每一个扳手的部分都是不一样。那大家如果对这个商品很有兴趣的话，欢迎来到日本购买。买得到吗？啊，これも受注生産で注文受けてお作りする工具になります。他是说这是呢特别为客户定做的，只要你有定做的话，他就可以帮你做。那他全部一套是有七支，每一支的价钱不一样。那最高的呢一支。知识呢有47万。啊，所以这个物件吼，干那用的看袂当用，啊，大家呢有希望要收藏的，会用来这个订。伊有甲咱讲，咱若甲订了后，伊的制作时间超半冬，都爱靠耐心的，加油啊！订一支，放南厝，放后壁，当当传家宝的意思对吧？会使，真正会使啊！这安尼后日啊，大家较会看到讲无相像的传家宝。嗯，我拄啊看到一样足好用、足实用的物件啦，大家看下一个。大家叫做什么？这卡里卡里啦，卡里卡里的钥匙圈。嘿，啊，左向右向。看我店员介绍。店员介绍，啊，你怎知影倒位啊生产的？来，会啊先聊下，看恁聊了对无？对，生产的。这咱台湾生产的。台湾敢买有？台湾买无？哦，因为拄啊店长有甲咱讲啦，伊讲哦，这是因公司合作在咱台湾生产，啊，干那用因公司的名伫咧卖尔，别位你买无？台湾的物件啊，够可怜的。所以哦，台湾生产，有还是爱来日本买。啊，不要紧，尽命得到这个机会。既然阮来到日本啊，有这个机会吼，来同款，我来甲买四组，会员部分同款哦，抽两支。啊 ，FB 甲 YouTube 各一支。哦啊，大家较踊跃连接，啊，搁留言。阮就有机会通互恁抽到这啊！啊，咱来遮吼足幸运的啦。店长甲阮讲吼，因遮有立一双上新的潮牌安全鞋，我拜托伊来恁介绍一下。啦，好啊，咱即个拜托吼店长甲阮介绍啦。啊，有当时翻译翻无的时，咱阁拜托小姐帮咱翻译。这个品牌大概咱台湾嘛直接看到的潮牌来看的。这新鲜的呢，这拢潮鞋呢。哦，一般来讲，咱台湾拢是潮鞋，才竟然是安全鞋。啊，听讲伊这是今年。九月份，同届新同届新呢，干那因只有咧卖尔，其他所在拢台湾无的啊，无绝对无的。日本で今年の9月から新しく発売されました。こちらコンバースのセーフティーシューズ、ハイカットとローカットでこういうベルクロのタイプとラインナップがあります。ねかっこよく。働くあにはまず足元からかっこよくしてもらうと楽しいかなと思います。今年的这款鞋子呢是在日本九月底才刚进日本的。那这个鞋款呢，它有分高筒跟低的，另外一个就是不用绑鞋带。那如果说呢，我们大家要穿出帅气工作服呢，欢迎大家来这边购买。你也哭头前啊！
伊这是安全鞋哦、喔，一般咱当作这是要出来外口要佚佗、要散步的鞋啊，但是伊这草鞋就是用上界流行的物件啊去啊做做安全鞋啊。咱咧做工过，唔啦，用安全，佮同款用个很潮。阿文爸，你敢知我看了啥物物件？你看啥物件？伊这工作服真正够帅，来看一下。台湾无遐帅工作服啊，拢凊彩穿啊。来，我翕一下。大家敢有看到遮帅的工作服？我这工作服唔是干呐，想要做工课凊彩穿尔，今嘛拢足讲究的，你有看无？一束比一束搁较水，买买会较紧来。哎，我阁有看到这美国牌的，啊，不过台湾几乎拢是百货公司甲买着因的物件，我嘛唔知啥物。这工作服啊，这牌工作服一大堆啊，大家若介意这种工作服的，赶快当来看。嗯，啊，其实台中有店，买当去遐看。好、哦哦哦，啊，这牌我较快就要开落去。OK。はい、こちらが Dean という工具ブランドになりまして、台湾本拠地にファクトリーギアが全面的にプロデュースとさせていただいて、展開しているブランドでございます。なので、この辺りとかも全部台湾の工場で作って、日本の自動車メカニックさんからすごく大きな支持を得ております。这个厂牌呢，是我们跟台湾的厂商配合的，然后为我们特制的。这个厂牌呢，也是有很多我们日本的汽车维修厂指定要的工具。哦，你有看无？这真正咱台湾之光，指定工具台湾代工。嘿，日本人因的汽车修理公司，足侪人就是指定要用这个牌子。啊，这个牌子的物件，像咱今麦看到这啊，这盘就是因含台湾投资在咱台湾咧生产的。哦，你也看咱台湾厉害，因的汽车修理公司指定哦。咱来甲看一下倒手柄遐。嗯。咱台湾的产品含企业牌设定的，诶，企业牌牌做伙，安尼你就知影咱台湾外国级，外厉害啊！赞。啊，其实来这哦，我阁有发现到一个物件哦，企业牌的包装竟然含台湾的无像，来咱看嘛，大家唔知发现到无？伊的包装是足简单安尼尔尔。啊，其实这之前我咧买企业牌的时，因的业务就甲我讲，像咱来看到这个包装的时，伊就是进口出来。出口就对啊，你买只卖，伊个包装就是安尼。所以呐，从台湾来讲，这个包装看就是水货。因为咱台湾的代理商，伊买了了有经过另外一款包装，专门要销咱台湾的。啊呐，从因家就不一定啊，从因家俺就唔知影。哦，当然呢，日本因安尼引进，还是讲伊有另外包装，有迄咱就不了解啊。啊，连江俺有机会直接冲去德国企业牌的工厂来甲看一下。拜托一下，看伊个咱邀约无？啊，若真经无，咱也是看有法度通过来看一下。嗯、哦，毛你买迄支呢？足细支诶，你啊，较后壁遐。迷你咯。人咧拆飞机诶。这支我咧无俗哦。迄支无俗。4900几。安尼算起来，只较俗啊。这啊，起来来只买较俗哦。这一支啊，青铜古有啊买，伊是买几足贵个，啊伊只嘛橡胶垫着顶啦，伫咱遐足少看到个呀。伊这个是惊破坏着水龙头个表面。唔呐，干呐水龙头啦，有当时咱啊要安装啦，还是五金，咧夹个时歹去破坏迄个电镀层啦，还是个表面，咱着用这个特地咱个片子，还是硬啊中间咧夹来，袂去影响着品质个问题。好。啊，拄啊，店长佮咱介绍一项物件，真正足好用，足好用，足好用，吼、哦，这足重要，讲三句，来，大家来看卖啊。这是啥物物件？哦，这组迷你工具组，大家唔知佮当作七道米啊呢？你摕一块来比者，台币一块，啊，伊个物件较细啊。大家是毋是当作这玩具拢袂振动的？嗯，我用互你看。我来举一个暴力咯，用互大家看者。哦，来，看者哦，这是真正用用啊，会记啊袂哦？哈哈哈！一讲起来，该伊这啊，你当迄个扳手，迄个扳手咪当用。好来，看这个会震动的哟、哦，啊，过来，关起来会锁的哟、哦。这精品哦，这唔假品哦，唔是迄个佚佗物啊哟。来到这哦，我阁看到一项物件，这抽纸，若要订婚的赶紧下，尤其迄个水电的啊，赶紧来买一组啊，来。扳手的抽纸哦，你来放咱手掌心个吗？哦，啊，挂机。恁本来做水电的，买一下这送的，吼，就有价值性的，真正赞的。啊，不过我第一只无，大家抽啦，伤过贵啊。伤过贵。这一组日币16900。
真正有较贵一丝啊！啊，不过家己买这块真正做一个纪念的价值性啦。尤其这敢若因只较有咧卖，目前听讲销路足好个啊。啊，共坑两年。哦，好啊，这嘛不卖起来啊啦！这啥人卖起来啊？真正家己卖起来。到底要剁手还是要买单？嗯，较讲嘛是直接卖，唔通啊，手搁流下，用搁弹咧。啊，佫还袂刁呢？咱做水电咧食饭哦，啊是咧吐物件时哦，唔通袂记你咧做水电呢？来，汤匙啊、签啊，这同款咧教师班啊，不忘本。哪只哪想，咱佫咧做水电，其实了拢不离心啊。迄叫做啥？工人的餐具了，对吗？刚好扳手。我好找着一样怪物啊，大家来看卖啊。来，啊，进手我摕的这，若知影这是啥物件，人下骹用个留言一个，要看吗？恁敢要着？这有当时啊，咱若咧磨铁塞，啊是咧做工课的时候，去互齿啊插着的时吼，伤过细点，啊咱根本都看无。这就是放大镜，啊放大镜了的时候，后壁这就是叶啊。咱安尼哪看，目睭安只看去，啊，这叶啊安尼叶有无？第一种将咱插着的刺啊，尖尖啊是铁塞的物件就夹袂起来，唔免担心目睭真拢无，看拢无。哦，这真正怪物，足好用的怪物。我阁发现一个物件哦，无相像啊。咱来看一下，这啥牌子？茄啊牌。茄啊牌，咱一般外口看到，伊的皮啊是拢红色的。嗯。啊，形容是哈，这做乌的，竟然有乌色的茄啊牌。嘿，大家要先要一个无？是啥物原因？你得问好啊。我一定问好啊。哦，因为这是2022年吼，日本限定版的。哦，啊，因为卖了足好的，所以日本最近大家拢尽量咧买乌色的。啊，这日本较有来，只看一个。哦哇，石胖，2022。啊，只台湾无台湾限定版。啊，这我就不了解了。代理商留言者安尼，代理商会留了解嘞，因为这是因家限定版，所以吼，在咱遐还是去任何都是国都无看到啊，是他拄仔香港看到，我甲伊问，嗯、哦，啊，因讲因自限定版出来了后，变作大家拢要拣乌的，买拣红的，因红的看久啊，你搁要跌落来？考虑者，我考虑一下啦，哦。好吧，安静写了。本来想讲刚过的物件，我最犹豫要翕第二集无？想讲因为重复的物件一大堆啊，结果安竟然看到一大堆奇奇怪怪的物件。系啊，感觉足新鲜个啊。啊，个因个加码上安只贴纸啊，这个是因头家即马就有一个活动啊，希望介刚过的人愈来愈多嘛。啊，因个 YouTube 频道阁有翕影片，就是伊拢日文的，大家当去看一下安尼。啊，这嘛是抽出来啊。好啊，因嘛是希望讲哦，愈侪人若要因的工具，因会上车啊，变作一个会员，大家爱用工具安尼啊。嗯，安尼这同款下骹留言，加遐物件做伙抽啊。哦，好啊，好啊。啊，这集的出国签到就到这。拜拜，再见，大家爱用工具哦。这是因今仔休困时间，啊，听到阮要来，啊，阮甲申请的是专工安排一点钟的时间。哦，像包场安尼，互阮看看来遮采访。啊，咱吼拣一间较乡村的，啊一间较高级的来介绍分享，吼大家知影。先做下访问者安尼。系啊系啊，啊咱正看了这间就是2022上新的产品。